本福岛规模 7.4 强震，各地灾情惨重。被震出轨的东北新干线也还在抢修，预计要到4月下旬才能通车。没想到才过不到10天，福岛又传出地震。気象庁によりますと、午後0時8分ごろ地震がありました。この地震による津波の心配はありません。根据日本气象厅表示，这次地震震央位于福岛县外海，预计规模 5.1， 深度50公里，最大震度为4。所幸没有海啸风险，福岛核电厂也没有异状。而距离福岛核电厂排放稀释核废水的时间只剩下一年。虽然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再三表示，核废水会经过稀释后才排入海洋，并找来许多专家背书，但有学者仍采取反对意见。本当の福島第一原発の姿をきちっとですね、国民に知らせ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、そこを言えないわけですよ。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说法，为了废炉才把核废水排放入海，但这个计划至少要耗费30年，并非能轻易实现，也非常不科学，有必要重新讨论。对于东电为了证明核废水对生物无害，计划从9月开始用核废水饲养比目鱼和鲍鱼的实验，更是嗤之以鼻。水素ですから、食物連鎖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て、で、さ、プランクトンが水を、ね、取り込んで、その後魚が食べてとか、そういう食物連鎖っていうのは、再現できません。当然ながらですね、魚飼ってるだけですから。国際原子能总署在2月已经派出专家团前往福岛采取海水样本，后续将进行分析工作，预计在4月底提出调查团初步报告。届时核废水的相关数据也将会出炉，让国际社会可以用数字客观评估。记者廖婉宇综合报道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秘制独家配方，以十多道的严谨工序，将严选大干贝、珍珠包，还有呢石斑鱼菲力来入酱，制作皇家品味的口感。您可以扫描 QR code 或者直接到快联购的网站购买的话，记得要输入 CTI567， 就是辣七的推荐代码。